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你手上握，我是个初见就那一次，不过你唯一可以相信。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凡见招必有破绽，看准时机闪避，闪避诱出敌人破绽后发动反攻。对方会格挡我的剑招，需以灵力剑招持续剑意已满，可以发动必杀重创对手。闪招式已被看破，继续强攻亦被反打，不若暂且后退。剑很凌厉，但不再有夺命之风。迟暮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意的青衣，哼，不是他的对手。